早安各位，我们现在隔天早上，然后现在就是要准备去找小朋友。我们只剩下二十几分钟，然后我们过去也差不多二十几分钟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先回去拿虫上车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等计程车。刚刚本来是要自己冲过去啊，他司机大哥说他可以赶过来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要不要龙庙？我要先到前面拿一下东西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花莲高农，然后前面那一间教室就是有小孩的教室，那我们现在来进去看看。孩子王的掌声，等一下掌声之后我帮他打分数，三秒，一二三。我先问你们，你们知道我们在地球上有很多生物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人类已经知道的生物有几种？中狮跟蚱蜢它是实质性而已，像这种趋光性很强。我们观察它怎么飞，它是上下，它飞一下，然后慢慢坠下来，再往上飞，再往下飞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重，它跟蝴蝶那种很轻的，它可以一直飞不一样。然后像直翅目中狮那种，它是盘旋的飞行，因为它们可以飞很快。那它飞起来怎么办？他飞起来，我们看到他在路上就飞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用工具。这个网是蝴蝶网，我们抓蝴蝶的时候是以八字形。缠我为什么要这样捞？因为比如说我们捞到一只蝴蝶，啊，它捞进来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这样，蝴蝶就这样，它就飞不出来了。我们就直接这样，直接把它折起来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抓了。这一整套叫虫钩，虫钩是干嘛用的？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超级虫钩在哪里，树下。那我会去找他们喜欢的树，他们喜欢什么树？超级龙喜欢蝌蚪科的植物。我想起来，这是一个栗树树。我们不是直接勾虫，我们是去勾树枝，摇晃树枝。我们刚才观察到超级龙的特征，它说话惊叫的时候，它脚会缩起来。它说惊叫，脚一缩，它就掉下来。这个杆子很长，这个、大概五公分。它来自澳洲彩虹超形虫，这是我们特别筛选它颜色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红。它有红色跟绿色，然后我可以经过每一代我来筛选它的基因。这是两眼距超形虫，为什么叫两眼距？因为它的前胸背板有两个黑点，它分布范围很广，它从海拔200到海拔到
快到2000多行都有它的身影。这只是台湾扁锹形虫，它是一只很常见的种类。它从平地到它从平地不用海拔，在你家旁边可能就有。这是彩方巨锹形虫，刚刚才飞起来的那只就是这一只，它颜色很漂亮，它的产地在苏拉维西。其实你们看锹形虫，你们不能一直尖叫，你就是把假装你自己是一棵树，然后就让它这样爬。就 OK 了。这只是鸡冠牺牲刺锹形虫，因为它头很大，所以它的名字叫鸡冠。鸡冠牺牲刺。鸡冠牺牲刺。青虫金龟，这是一只很常见的昆虫，它趋光性很强。你们可能常常在家里的路灯下啊，什么地方看到它。那我今天课就到这里了，有没有问题吗？这堂课是什么课？我说地瓜，你说叶，地瓜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帮小朋友上完课，然后他们说有点心可以给我们吃，叶很棒。我们刚刚在学校乱绕啊，然后我们又抓到了两只，给你们看。一只母的，一只公的，这就在学校抓到的。好，我在哪边？你就看着镜头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吃点心了。那我们影片差不多到这里结束，我拍太长了。好，那影片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然后也不用分享，也不用订阅，就按赞就好。然后他家园有个粉专叫什么？玩虫好开心，后宅狗干贵。在 FB 去搜寻，好，那好，那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帮我盖进来。有没有记得刚刚一个很长名字的虫啊？要全名怎么念？有人记得吗？你说什么？忘记了，我们请老师再重复一次。有咖喱虫、西方虫。没咖喱。